这里是位于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镇上的一家宾馆，两台挖掘机已经在这家宾馆的院里整整挖掘了两天。当时我们想挖到两具尸体，挖得非常不顺利，挖了两天什么没有挖到。那个压力，一个是挖不出尸骸来了，老百姓对公安机关的公信力那是大打折扣的。再一个，人家当事人，人家会对你公安机关要提出赔偿，包括一些设法设诉啊，你肯定要告他们。相关证据显示，30多年前，蔡某和李某被嫌疑人张某生及其同伙曹某全杀害，尸体就掩埋在这个院子里。但如今整个院子都被挖开了，为何警方并没有找到想要的结果呢？难道是嫌疑人的供述有误？案件毕竟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当事人的记忆很可能会出现偏差。为了尽快找到被害人的尸体，侦办民警将嫌疑人带回了案发现场。这儿啊，这大人车这是不会的。在里头后面呗。今天你们俩交通都看了。时隔多年再次来到这里，曹某全的内心里充满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借助这家宾馆当年的施工图纸，曹某全很快就回忆起了他们当初掩埋尸体的准确地点。应该尸骸就是房子底下那个应该是存在的，所以说挖到第三年时候挖出来之后，你尸体还有是吧？开始写了啊，应该是血，腐烂肯定是都腐烂，就剩下都是白骨。但是蔡某的衣服在，林某这个吧就两块，就是髋骨，就这两个。后来经过鉴定，也确实是他的 ，DNA 比对了也是他的。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历经3天3夜的挖掘，警方最终找到了被害人蔡某和李某的遗骸。那么，这两个人当初为何会遇害？他们和犯罪嫌疑人张某生、曹某全又是什么关系呢？这起案件最初发生于1992年4月，30多年的时间，警方开展了怎样的侦查工作？案件为何直到2023年才成功告破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远道而来的业务员突然凭空消失，他们统一说被一个女的领走了。正在服刑的嫌疑人是否存在同伙？而且一说公安机关取证都不配合。被尘封的旧案将如何迎来曙光？埋在院里的秘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3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分局接到了上级部门的指令，要求他们对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一起陈年旧案进行专项攻坚。这个案件实际是很难。当初我们成立这个专案组的时候，信心也不是很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参加工作呢。这个案件是发生在92年。很多老同事都已经都退休了，包括可能当年的一些证人、一些知情人，有些都已经离世了。三无案件，是没有现场，没有时间，是吧？更没有人员，所以说这样一个案件，而且又是九几年的案件，对于我们这个参加工作不长，就我2000年上班才20多年，所以对这案件也挺迷茫。虽然明白这起案件的侦办难度很大，但领取任务的民警全都没有退缩，他们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细致调阅该案的卷宗材料，一路赶往案发地宝龙山镇，秘密展开了走访调查。很快，负责走访的民警就听到了一些传言。民间传访的是啥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苦于当年这种的这个
各方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没有证据，就是还是没有证据。当时老百姓在社会上都留一句话：宝龙山乱不乱，张说的算，说这证明这个人在当地这个影响力相当的有这个威慑力了。侦办民警了解到，坊间流传的这个名叫张某生的男子，在宝龙山镇口碑极坏，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目前正在监狱服刑。虽然此人已经失去了自由，但侦办民警没想到，他们在当地的调查工作还是遭遇了很大的阻力。这个张某在当地的势力非常大，包括现在虽然他已经进监狱了，他的一些兄弟姐妹在当地还是有势力的。老百姓先去接触的时候，那个属于谈赃色变吧，我们去哪儿都不认识不了解，而且一说公安机关取证都不配合啊，然后呢有的都直接关门了。我一看这个人在当地，我一看这就是影响力了不地呀，这样的话取证没挺困难。对嫌疑人张某生的调查工作暂时陷入了困境，侦办民警随即把工作重心转回到了对案件事实的梳理和分析上。据调查，被害人蔡某和李某都是河南人，案发时他们是河南省一家面粉厂的业务员。1992年前后，他们来到通辽市拓展业务，经人介绍认识了张某生。我这个认识了以后，按他们的达成的是啥呀？他们提供面粉，完了拿到宝龙山售卖，完了售卖的是属于张某生负责在宝龙山当地售卖，完了一袋面粉他提1块钱，嗯，所以说这个属于这河南的那个蔡某和这个。李某是通过单位那边的那个把这个面粉，是不是陆续的这个拉到宝龙山，完了张负责售卖，从他们河南发给咱们当地，2车皮面粉，一共是4800袋。这两个被害人，李某和蔡某吧，一个当年是50多岁，一个是30多岁。案卷材料显示，警方当年在侦办这起案件的时候，曾经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4800袋面粉卖完之后，蔡某和李某获得了7万多元的销售回款。而当他们带着这些钱准备返回河南的时候，张某生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然后他就跟这两个被害人就说了：“说那个你俩也别空手回去，我们通辽这边这个大豆这个行情比较不错。”你看你俩回去能不能收一点儿？所以说他们俩听这个张一说以后，动心以后，马上跟那个他们那个公司那头沟通，说这边这个大豆市场是这种情况，完了这个说当地这块这个可以配合，所以说这个，那他把这个情况一跟那个公司那头沟通以后，公司那头就同意了，这样就给他，发了一笔汇款，那年代只能发汇款单。这个汇款单在通辽还取不出来，他们这个河南这个面粉厂在通辽的赤峰有一个办事处，这个5万块钱得去赤峰才能取出来。这样的话，那个其中的一个业务员就得拿到这汇款单去一趟赤峰。去赤峰取钱的业务员正是被害人李某。当时张某生让自己的小舅子孟某跟着李某一起去的，然而等李某取完钱回到宝龙山镇以后，他和同事蔡某竟然全都凭空消失了。这个过程都是客观的，包括这个当年的调查笔录都清楚，确实到赤峰取了一笔款，一共取了5万现金。从赤峰回来之后，等到第二天人蒸发了。李某和蔡某长时间不和家人联系，他们的家人也曾经来到宝龙山镇，向张某生等人询问二人的去向。会就包括后期，蔡某公司这边又陆续派人，包括家属，来当地，完了又寻人启事啊，就包括这个电视台上这个这种寻人启事，但是说始终最后包括那个公安局的也找过这个张某犯罪嫌疑人张某，就是始终是坚称就是。这个说的是他们俩，蔡某和这个李某，
认识了一个女子，完了跟这个女子到这个吉林去收过大豆。所以说每一次的调查肯定是要找到他，要找到他的前妻，要找到他的小舅子，要问说这两个人去向，他们统一说被一个女的领走了。这名女子是谁？她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该如何找到她呢？科尔沁警方为此专门派出了一组侦查员赶到蔡某和李某的老家了解情况。此时蔡某的一个朋友告诉民警，多年以前他的确看见蔡某和一名陌生女子在一起过。见他一面，他给我笑一笑，我也没说话。你认识他吗？认识。就是我和金丹，确实是蔡。确定吗？不，他问你确定是闹人不是？那看着像应该是。那看着像啊，这离人就是才有三米到四米个，看着像。看着像，他俩有笑。他先给我笑笑，也没说话。蔡某朋友看见的情况跟本案是否有关？侦办民警通过细致了解蔡某和李某的家庭情况以及社会交往情况，最终排除了李某、蔡某和陌生女子一起携款潜逃的可能。当时我们先后去了河南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被害人李某和蔡某家属啊之间的就是关系特别和谐，家庭和睦，而且蔡孙子马上要出生了，他也非常期待，就是这个祖孙情相见。就包括另外一个那个失踪人员也是家庭特别美满，就是在这个工作岗位兢兢业业，也没有这种携款那个潜逃这种那个可能性。对于李某和蔡某的去向问题，张某生很可能撒了谎。不过他的前妻和前小舅子孟某为什么也是同样的说法呢？民警感觉到这里边肯定另有文章。他为啥要说谎呢？他有可能是这个替这个张某生掩盖这个犯罪事实，另外一种就是他直接参与这种犯罪，所以说他害怕担心，所以说这个要掩盖这个事实。按照常规，凭张某一个人想干掉两个人，一个人干掉两个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我们认为他应该有同案，应该有帮手。咱们通过这个各种侦查手段，最后就包括他这个妻子啊，他这个小舅子了，就包括他的一些外围的重点人员，都进行了这个侦查。完了是，其实突破点就是他这个小舅子。侦办民警找到张某生之前的小舅子孟某时，此人已经52岁了，依旧居住在宝龙山镇，生活过得比较窘迫。据周围人反映，案发的1992年前后，孟某经常跟姐夫张某生厮混在一起。他的小舅就是当时是比较浮躁那种的一个小年轻人，就是属于好惹事儿。就像刚才说的上蹿下跳，他的性格我们说是参与这种跟这个张共同作案的这种可能性相当大。随后侦办民警走访了很多孟某的朋友，在这些朋友的眼里，孟某早年间虽然爱惹事，但是胆子很小，应该不会直接参与杀人。此外，民警还了解到张某生多年来对孟某一直不怎么友好。按照我们前期侦查来说，怀疑他有可能有那个张某的把柄在他这个小舅里头，或者是可能是当时应该共同犯罪。这种情况下，你张某生是不是应该最起码你得看得起我，或者是我说话了，或者你有什么事情前不能说当着别人的面，你说骂我就骂我，说打我就打我。孟某啊，现在过得非常一般，而且这个张某现在发迹了。身价也上亿。如果说他这个前小舅子当年帮他杀过人，他再不照顾他，也不可能让他落魄成那样。所以说，我们觉得，他这个前小舅子应该是没直接参与杀人。像这种杀人的事儿，我说他只能是这个自己身边比较要好的，不是说随便找个陌生人，就是跟我一起作案去。
因为他妻子有可能是知情，或者是这个在场，或者是这个他是个目击者，但是说共同实施犯罪这种可能性小。孟某和其姐姐直接参与作案的嫌疑被暂时排除了，那么还有谁有可能是张某生的同伙呢？在调查中，侦办民警发现，张某生曾经在宝龙山镇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农贸市场，并把这个市场全部交给了他前妻妹妹的丈夫李林负责经营。张某生和李林的关系很密切。这个李某本身就是，这为人性格非常好，口碑也都非常好。他对这个李某就跟那个前小舅子就不一样了，就很照顾，有大事儿也都是委托给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他俩走得也很近。如果说当年两个人要是能做过这种事儿，后期他肯定得在各方面他都得照顾这个。在张某生的关照下，李林的经济状况非常好，符合共同作案、共同发迹的特征。但是通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1992年案发时，张某生和李林还不认识，因此李林作案的嫌疑最终也被排除了。接连排除了孟某姐弟以及李某的作案嫌疑，警方的调查工作暂时陷入了困境。此前警方分析，张某生仅凭一人之力让两名被害人消失，操作难度太大。那么张某生的帮手到底是谁呢？警方认为，孟某姐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作案，但是当年他们作为张某生的妻子以及妻弟，很有可能是知情人。在此前的调查中，他们没有说实话。那么这姐弟二人会不会成为案件的突破口？就此警方想到了一个方案，以二人撒谎为由传唤他们，看看能否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这样做呢，也有一定的风险。传唤是有时限的，如果两个人一直不松口，咬定是张某生教唆他们这么说的，那警方接下来的调查就会变得非常被动。面对这样的难题，警方该如何破局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重点嫌疑人相继被排除，警方转变思路。陌生男子进入视线，他到底是不是真凶？埋在院里的秘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细致研判之后，专案组决定适时传唤孟某及其姐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心理防线建立了30多年了，想用这么短的时间突破了，而且咱们手上还没有很致命的证据，没有东西来迫使他交代，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当时没有，因为没有信心，我们就改变了方案。幸运的是，在开展外围调查的时候，侦办民警意外发现，孟某现在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开设赌局。他是在家买了个麻将机，就招揽人到他家来打麻将，玩一次呢，他抽红200，按照法律意义上来讲叫开设赌场，那是涉嫌犯罪的。即使不涉嫌犯罪，他可能也是治安违法行为，最起码拘留他没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对他进行审讯。专案组派出侦查员秘密蹲守在孟某家附近，计划在他打麻将的时候将其抓捕归案。我们在他家蹲了3天，天天三缺一，这个局儿就凑不上，不是你没时间，他没时间。到第4天还3缺1，他就把他姐喊来了。要说这就是冥冥中注定，我们正找他姐，没机会的，他姐那天来打麻将来了。就这样，我们在这个他家这个赌局上，把他和他姐全抓了。正如警方预料的那样，
孟某和姐姐归案后只承认他们涉赌的相关事实，对于警方提出的蔡某和李某被害一案，他们始终守口如瓶，不愿多谈。直到落网后的第六天，孟某才终于开了口。据他交代，当年他和李某去赤峰取完钱后，一起回到了宝龙山镇，之后他就回家了。他记得最后跟李某在一起的人应该是张某生，以及张某生经营的一家宾馆里的员工曹某全。我们调查这么多人里边没有这个曹某，就是这个张某接触的所有人里边没有这个曹某，但是当年这个曹某是他家的锅炉工，没有人反应过来出来这个人。后来就是这个孟某交代了，那天回来的时候就他俩在门口就在等那个姓李的呢，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再回来人就没了，肯定是他俩干的，他坚信就是他俩干的。侦办民警调查发现，曹某全如今仍旧生活在宝龙山镇，在掌握了此人的具体的家庭住址后，第一时间将其成功抓获。当时眼神就非常呆滞，你问他啥就是发呆，你要是说可能不是他干的，就你干啥抓我，来这么多人上我家，没有任何的反抗，没有任何的反驳。然后带到车上的时候，我们往回押解，我跟他坐一个车，我在车上开门见山直接就问他了，当时还是就是眼神就直勾勾就往前瞅，也不瞅我，就像咱俩聊天他也不瞅，他就往那直勾勾的瞅，然后很机械性的说我干的，就是这话说的很机械性。落网之后，便对警方提出的一系列疑点，曹某全很快就交代了整起案件的相关事实。按他这个交代的过程是分两个步骤，对张某，对这个事儿是这个怎么计划的他不清楚，他就是属于这个作案之前，张某说是让他来，啊，他就跟他去，就去以后看张某对这个被害人实施这个犯罪的同时，他一看张某动手了，他也就跟他动手了，这种情况。他应该是属于类似于被动的这个参与这种犯罪的。据曹某全交代，1992年4月27日的晚上，他正在烧锅炉，突然听到不远处的房间里传出了张某生和蔡某的争吵声。当时他并不知道二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而当他走进房间时，一眼就看见张某生正在殴打蔡某。张某又顺手又抄了两个酒瓶子，全砸在这个蔡某身上，砸在蔡某身上就给蔡某就砸倒了，砸倒这个张某就扑上去了，扑上去就掐他脖子。我这时候这个曹某我就在这瞅，就是回头瞅，你瞅啥呢？过来帮忙呢？他也不知道是咋的了，他上去就把摁到腿，这样的话两个人就掐死了，掐死了没压气了，就拍着这嘎子。他就跟门打上了，他这干啥抬的？咋抬的？我俩我抬那个脑瓜子的肩膀，他抬上来走的。你用没用什么是包东西包裹？我搁背后包的。这，人他拿我这边他拿的。他是谁呀？张某的是吧？曹某全说，他和张某生杀害蔡某的时候，另一名业务员李某正在赤峰市取钱。第二天李某回到宝龙山镇后，他和张某生又用同样的手法杀害了李某。他前面说我在那说看看东哥，我把那火整灭了吧，烧呢把马虎去打字了，我也起来了。打哪儿了？打后脑勺了。我说打字了，他掐脖子吧。掐脖子我让拔腿。我就没气了。蔡某和李某被害之后，两人随身携带的近18万元钱被张某生全部据为己有。一下子有这么多钱，在那个年代基本经济条件都不太好，谁家有这么多钱，那都是一个天文数字，那就是报复。按照曹某全所交代的情况，张某生是整个案件的主谋。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为了尽快掌握案件的全部真相，侦办民警立即赶赴监狱提审了张某生。俩老客人到外面那个，咱俩杀那个，我也警察找我了，我也承认了，咱俩敢做敢当嘛，我都交代完了，实话实说，法院的那个咋判咋判吧，警察再找到我了，咱俩实话实说了，我也说完了，你不说我也说了。面对警方摆出的种种证据，张某生最终承认蓄意杀害李某和蔡某的相关事实。至此，这起陈年旧案被警方成功侦破。据曹某全交代，张某生杀害蔡某和李某完全是见财起意。随后，专案组复盘了整个案件，一些经验丰富的侦查员隐约觉得案子还存在疑点。按说，两条人命性质如此恶劣的案件，又已经过去了30多年，嫌疑人应该是早就在心里想好了应对之策。曹某全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交代了案件的全部真相呢？另外，张某生让曹某全参与杀人，曹某全为什么没有多想就加入其中呢？曹某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他身上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秘密呢？细致复盘，警方发现新的疑点，避重就轻，嫌疑人身上还有哪些秘密？埋在院里的秘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对案件细节进行完整复盘之后，侦办民警敏锐地觉察到，在嫌疑人曹某全的身上似乎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当时审讯的过程中吧，因为这个这是一起这个杀俩人的案件，像按照曹某所说的东西吧，有点避重就轻。咱们当时是怀疑这个曹某指定还有其他案件，所以说就当年复盘一下子，就是左中的一些案件，特别宝龙山就是历史上的积案，中间有一起，有一个就是被强奸未遂的被害的一个案子。警方梳理出的这起旧案，被害人是一名女子，名叫李珍，案发时年仅21岁。当时其家人报案称，发现李珍失踪后，他们立刻进行了查找，最后在一个偏僻公厕的门口找到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李珍。经过法医鉴定，李珍的脸部有外伤，系窒息死亡。但是当年也是出于这个侦查手段和一些条件的，也没有摄像头啥的，地上就有几个脚印儿，那一个公共厕所脚印儿留下谁的都正常，剩下的没说他还没强奸，也没留下啥 DNA。 这起案件的案发地距离曹某全工作的那家宾馆并不远，这起案件会不会和曹某全有什么关系呢？民警对曹某全再次进行了讯问，可曹某全说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公厕，更没有杀害过什么女子。不过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一些相关的线索。据和曹某全一起工作过的人回忆，李珍遇害的那段时间，曹某全的行为的确有些反常。反常是啥？刷牙，而且刷了好几遍。按照老板说的话，当时这个人他是个其实就是单身老光棍，他平时也没有这种刷牙的习惯，尤其晚上刷牙。为啥刷牙？死者鼻子和脸被嫌疑人咬了，他咬了这死者，他可能觉得我这可能留下一些口腔啊，或者留我牙印了，他有点这个潜意识，因为他的牙齿很特殊，里出外进的，就给他灌个膜，这个牙齿就是做一个鉴定，也基本认定是同一。除此之外，勘验现场时，民警在李珍遇害的那个公厕里提取到了几枚较为明显的脚印，这些脚印和曹某全的脚印比对结果也完全一致。当时这个足迹是属于一个最有力的一个，算是这个最有力的证据。在种种证据面前，嫌疑人曹某全最终向警方供述了当年杀害李珍的相关事实。据曹某全交代，他
他从小就有偷窥的癖好，没事的时候经常选择一些相对偏僻的公厕去实施不法行为。那天晚上到大队没事儿，就是到厕所溜达溜达，实际也有这个心理，想扒扒厕所，要是有这个单身女性，可能想实施性侵，完了开始这个，拿嘴亲、搂、亲亲这个被害者，被害者这块呢，就是属于挣扎的同时就拿手打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脸、嘴巴啥的，他这个他不是这时候他这个是属于想亲吻人家嘴，没亲着之后，这不看对方反抗打的，他这个一气之下就照着鼻子就狠狠地咬了一下。被害人的大声呼喊和强烈反抗让曹某全非常害怕，他赶紧用手掐住了被害人的脖子。因为他抵抗太严重了，他还没实施了，完了之后再叫周边人在马上要过来的情况下，他就把他掐死了，就是这么个过程。至此，这一起尘封了多年的积案也被警方成功侦破。这就是还历史一个欠账，因为过去啊，就是整个侦查手段落后，随着咱们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科技手段的发展，给公安机关侦查命案就是插上了一个翅膀。案发前，被害人李某和蔡某都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他们的不幸遭遇让两个家庭陷入了悲痛和困难的境地。如今案件侦破，沉冤昭雪，此时张某生因为实施了其他的犯罪行为已经在服刑了。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服刑人员被发现有新罪和漏罪，一般会做如何处理？而曹某全不但参与了杀害李某、蔡某一案，还在审讯的过程中被挖掘出隐案，强奸未遂杀害了年仅21岁的李真，这种情况又会如何处理？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副教授的解读。这个本案当中啊，这个张某呢，他属于在服刑过程当中啊，然后呢被发现有漏罪的情况，他应该是怎么处理呢？我们刑法当中啊，对于当一个人他有多个行为涉及到多个罪名的时候呢，他会有一套数罪并罚的处理规则，所以这个时候会把张某现在因为服刑涉及到的那个罪名应当判处的刑罚和他涉及故意杀人应当判处的刑罚呢去进行数罪并罚，这里面就有一个计算啊，这个计算过程就比较复杂了。计算出了一个刑期之后，那么法官呢会减去张某已经在监狱里面服刑的这个刑期，剩余的刑期呢就是他应当继续服刑的刑期了。那么对于第二个这个行为人曹某来说，他涉及到的问题是，当我这个发现曹某涉及犯罪的时候，他身上呢可能就已经有两个独立的行为了，一个是涉及杀人，一个是涉及呢强奸未遂。那么这两个犯罪呢，如果我们在审判的时候需要对他分别先考虑应当判处多少刑罚，然后再根据数罪并罚的规则去计算出他应当服刑的这个刑期和应当选择的刑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沉寂多年的案件最终也会迎来曙光，这是对被害人的告慰，也是对正义的彰显，同时呢，是对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和震慑。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